灵心一佛，充满智慧、圆融有礼的高僧，为百世经纶一页书之徒弟，信奉天命，遵循天道，寄体于秦甲仙之身，为秦甲仙挡了许多死劫，并为了天虎八将能会齐以及武林和平奉献一己之力，在八面狼击兽南宫曲杀劫时出手相助，并将南宫曲送入雾谷中，让其战脱魔域控制。然而秦甲仙身中太皇军之波幻迷掌，灵心一佛亦无法再祭体，伤势日渐趋烈，决定牺牲自我，也造成一页书入世之机缘。英雄正义之都水一手